大家好，我是热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4月12号礼拜二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水瓶座，投资运气很好的一天哦。如果你有做股票啦、投资啦，你都可以赚一点钱，而且有很多经验呢，可以跟身边的人分享。第二个呢是天秤座，会有一些远方的朋友呢来找你哦，然后让你感觉起来非常的温馨、很愉快，相谈甚欢。第三个呢是狮子座，可以多参加一些社团方面的活动啊，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活跃、很愉快，然后呢精神抖擞的感觉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子座，你的伴侣啊状况有点不是太好，可能心情不太好或工作不太顺心，然后呢会有一点点沟通不良的情况，要多注意。第二个呢是双鱼座，家人呢可能会唠叨你、啰嗦你哦，然后跟家人之间呢可能会有点意见不合的情况，也要多多的体谅跟担待一下。在新年岁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4；火象星座朋友是绿色，数字是6；水象星座朋友呢是紫色，数字是3；土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8。